大姐把灾赶呐。扑了一场空啊，老
血落到身上弄成冰，我这身上没有衣服怨天冷，我今天赶在才大的一天宫，雨猛着我粘头大脑往回走，哎呀不远面前呀，来到这海窑门外抬头看，不由心里大跳停，呀哈，家来人了，来老爷们了，哎呀这大脚印那有43号的，这大老爷们不能小的话，我上街要饭去了，我媳妇儿个人在家看家，拿老爷们上我们家来干啥来了呢？哎呀这两天我们两口老打仗啊，我媳妇儿家里有钱呐，领丁出来给我遭罪，是不是有点盯不住了，在家里想外快了吧，跟哪个大款拉个上了，哎呀那他一拉个我不就成这玩意了吗，哎呀气死我了，越思越想我往上窜，我何不进海窑里去看看呐、啊、再不就把海窑进呐、啊、看见我的先妻站在那一边，实验我的先妻他没走，想起了外边的脚印叫我好心烦，我赌气囊囊就在一旁站，听到翠屏里他刘翠屏正在还要坐，看见我的丈夫浑身颤栗，他站在身上的罗裙忙解下，急忙物这本是罗裙给你遮挡，玉蒙正一听喜好恼啊，爸爸见人礼不端呐、啊、这个罗裙本是你的下身之物，你不该把它搭在我的肩，我们读书之人身体为贵，在我斯文为了大爷爸爸，西周用下去喝完西周也得给你捣捣烂吕蒙正忙把西周接到手啊，一下后来我就打算他窑里头才西周出在了哪一边呢、啊、不有人说我就知道了啊，一定是跟哪个大款在家里把啪一扇呐、啊、这无意之财我可不能用，无意之时我报恩啊，拿他们来着，对上丈夫要听呀，丈夫你今天再回家转，为什么这般的不耐烦，莫非说在外边何人得罪了你，你回家拿我来耍班呢，为妻我待你热如火，你不该冷言冷语对待为妻咱呐，少跟我来那些
圈套，也不用花言巧语把我瞒。鸟飞天边，地上有个影，破锣一敲满盖穿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自个儿做的事儿，你跟我掂的什么汗？我吕蒙仍要是家豪富，我恩爱夫妻比蜜甜。谁知道吕蒙正我一贫如洗，恩爱夫妻也算为完吧。他把柴米药突然一记养心间，我何不把他骗到窑门外，到外边叫他看一看外边的男子汉大小人，我看他到那时候还把荷花言。贤妻你把柴米药，柴米先在窑外边呐、啊，叫声贤妻跟我走啊，咱俩一通就往屋里搬呐、啊，不计走出窑门外啊。那不见柴米在哪边？你有什么话来，只管讲，你拐弯抹角到位的哪一方？怕你在屋里头待得闷转，领你出来把警官呐、啊。家中贫寒难以度日，我哪有闲心陪把警治官？官警也能解愁闷，平学也能来出监呐、啊。你来看，你看地上那些好美景。我不愿意看地，我愿意看天。看什么大路上这些好美景，我不愿意看路，我愿意看山。我说路，你说山，我说地，你说天，胡诌八扯跟我他妈乱打岔，怎不叫人恼心间呢？为人不懂得言语和廉耻，不敢的飞禽走兽野鸟一样翻啊。说一千来，道一千。
外，小人事说不明白，咱们两个没做完。我来问问你，你看地上这些大脚印儿，别来了。这里大花叶，我一阵丈夫吃了脚印儿，我何不把它气一番？今天你让我给你评脚印儿，要评了脚印儿。不费难呐、啊，但等那天晴了，日头一晒、啊，太阳一出来，雪化了，就算完呐、啊。啊，这怎么停啊？这帽子怎么套上去？见人说话气死了我呀，怎不叫人恼心间呐？今天你说明白来见我，你说不明白，走到外边点点赞。就把寒窑进呐，刘翠萍跑到寒窑外边，我有心不进寒窑，把脚印之事对他明着讲，有话大声起气来，没个完。刘翠萍我也把这寒窑进，吕猛正一见把脸翻呐，我叫你说明白来见我，你说不明白竟敢来见咱。回身抄起烧火棍呐、啊！刘翠萍，我把砂锅抡。你拿砂锅子中何用？那你拿烧火棍为的是哪一般？我拿烧火棍，我要打你。啊，你要是打我，我就用这个砂锅拦。你把砂锅你撂一边。要谁撂去？要你撂呀！拿那玩意干啥？你拿棍子干啥？我打你！吹牛逼！打谁？这还整不了你了呢！啊，你看今天人多了是吧？你破草帽给我了晒脸呐！撂下！要谁撂下？瞅啥呢？你挺大眼珠逛了逛了的，瞅啥呢？撂不撂？告诉你啊，我可是男子汉大丈夫啊！我说句话，我跟你说，可是吐口唾沫都是钉啊！我今天给你留点面子，你趁早给我撂下，咱俩啥说没有，不撂下，别说见你掉链子啊！撂下，叫谁撂呀？不撂，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啊！我限制你三个数啊，三个数给我撂下，不撂，今天我叫你这干啥下不了台啊！注意了。这查数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撂下！笑啥？气管炎，干不过，这还当王八，还多憋气？你说，气死我了！是气的吕莽正放下烧火棍呐、啊。我读哪些上先天，读书人都应该开后大理啊，谁像你小肚之上你啊吃砖啊，我吃砖，我吃醋了，咱不扯。吕猛正我闻听把嘴一撇，我不懂什么叫吃砖不吃砖，是有当初想现在，你不该跟我憋了心田，你嫌乎我穷，咱们两个就散伙，你勾引奸夫为哪般，你给我扣上一个王八帽，叫我他妈书香门第丢了脸面，就以后我要是高官得了罪，到那时黄金宝玉我看你可咋去断呐、啊。我在寒窑里呀。
老员工给我送来了米和钱，员工给我送来柴和米，作为稀粥，等你回来把粥摊。谁料想你回到窑中，你不问问情理，不该无故就把我来冤。看见个小人把你就气这样，你要是抓人也让你他妈的过来天哪。小燕儿只是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老员工来到了我的家园，都怪我呀，大概去要饭，回到家看见了小燕儿，不了解情况就把我的先妻怨呐。哎呀哈，今天这个事儿不好办了，今天这个事儿要他妈沾。又一想，我的贤妻她本是贤良女儿，我给她赔上一礼庆个安呐。回过身来，贤妻叫，叫声贤妻要听言，今天丈夫冤枉了你呀，我给你赔上一礼庆个安呐。贤妻呀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，今天这事怨我了啊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感情不能成团。哎，我这人呢，人在这儿呢。这妻子，今天丈夫冤枉了你呀、啊，我给你赔上一礼庆个安呐。贤妻啊，我向你赔礼道歉啊，你原谅我一回啊。这事都怨我了。不乐，你不报名利，咱们俩个没个完呐、啊！报名利，报名利，名利咋报？报名利这咋报啊？报名利，这啥叫报名利啊？啊，随便就说你搞破鞋了？那咋？啊？那我这怨我了这事儿？随便就说搞破鞋啊？不是，那不随便说，那就我就不了解情况，这事怨我了，那你就原谅我一回呗。不行吗？不行！哎呀，这咋整啊？这老伴还不开情了呢？台下有没有上岁的时候大爷？有经验的教我一招，怎么想法把老伴整乐了？叫我干啥都行，啊啊！跪下！看来你在家没少跪你，你笑就得跪下啦！十里庆安，人家不乐。身来转过面，贤妻呀，老婆子，屋里的还得他的妈耶，哎哎哎，小悠悠，哪有大腿呀、啊？哪有大腿呀、啊？这啊，叫啥呀？叫古老的。哎，古老的老款呀。啥玩意儿老款呀？哪有老款的腿啊？不是叫啥呀？叫娘。嗯、你把那子早点挤出来不行吗？叫一声娘，子呢？子甩那边去了。